奇怪，怎么还没来啊？还不是你没提醒我，第二次你要怪我嘞！快走啦，快！喂，你们两个躲在这干嘛？沈妈不是有重要事要交代吗？她人呢？我们是出于一片好意才这么做的嘛！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我们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担心你明天表现失常，所以我们也约了林涵。是啊是啊，我们想说约他出来帮你加油打气，你明天才有更好表现嘛。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不过你们可能白费心机了。为什么？林涵已经答应陈烈的追求，所以我跟他不会再有任何的交集。那怎么可能嘛，林涵一向就比较喜欢你啊，他不可能选择陈烈啦。林孝，林涵哦，是不是在跟你开玩笑？你不要当真啊。 这也有可能是你听错了，你不要再问他一遍。这是他亲口跟我说的，不会错的。反正事情就是这样，你们不用再为我多做什么我多想什么，时间很晚了，我要准备明天的比赛。哎，林孝，妈的！哎哎，这么晚了，到底在哪里呀？走啊，快点啊！到底想怎么样啦？你少啰嗦！哎呦，你有什么话你明天再说嘛。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？第一，林涵居然失踪那么多天没来乒乓社；第二，他明明就很反对代言，现在居然答应了；第三，他明明最喜欢凌霄，怎么可能选择陈烈啊？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很奇怪吗？是有点奇怪，可是搞不好人家改变心也不一定嘛。这怎么可能啊？那边那边，哎哎，你想干嘛？先躲起来，先躲起来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看你早点休息吧。嗯，那你明天一定要加油，取得胜利哦。你希望我赢？当然喽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你早点休息哦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我高兴要谁就要谁，不要谁就不要谁，没有人可以管得着我啊。你真的是我认识的林涵吗？不然你以为我是谁啊？啊，你是不是什么困难需要帮忙啊？对啊，有什么问题你就直说嘛，不然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如果你们真的这么热心的话，就帮我把栗子踢出乒乓社，为我出一口气。你们不是刚和好吗？况且你有看到栗子跟以前不一样啦。OK， 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。这件事由我自己来处理。很晚了，我想休息，你们请吧。阿杜，这边打一下，我想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。这里，好啊。啊！痛啊！痛啊！打你干嘛啊？
你还说我，你把我打回残废了好不好？怕什么啊？大不了养你。哎，我就怕你说这句啊。你。谢谢。我这么晚来，希望没有打扰到你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没那么早睡的。其实，我这么晚来找你，是因为有些新的想法，想要找你商量一下。请说。我希望能够邀请你跟我一起训练大分贝的选择。我啊，我会有这种想法，完全是为了美娇跟陈念。我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站在国际的舞台上。所以不管是教练或者比赛经验，如果能更丰富多元，对他们的发展绝对有帮助。其实我很赞成你的想法。一个好的选手，除了技术以外，更重要的是他的胸襟跟气度嘛。这么说，我们俩还算是有共识了。我答应你之前有个条件，我希望对所有选手的训练都要一视同仁，不能独后陈烈跟凌霄，可以吗？行。乒乓社嘞，我想你误会了吧？我今天可不是为了那什么鬼社团而来的哦。林涵，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哎，我问你，你现在到底是选择了哪一边呢？现在哪一边很重要吗？输赢有那么重要吗？也对，反正感情上你已经输了，不管要选哪一边啊，他们都会选我。你太过分了。还有那个烂乒乓社就留给你去待好了，反正我也没多大的兴趣嘛。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话。哎，别这么说，我还要谢谢你一件事呢。谢谢你教会我原来选择赢的那一边是有多么重要。凌霄就留给你去安慰好了。